大家好，我是旭哥，我可爱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少女回战最香最色的手游，旭哥来做攻略。那今天这一攻略会讲这个最新的这个角色啊 ，UR 家的李白，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新角色该不该抽？那旭哥也会抽这个 T 0的输出神角，昨天就有讲会来抽了嘛 ，T 0输出神角周瑜会把它抽爆啊，大爆抽。好，那旭哥总战力也正式突破2300万啊，完全无氪。旭哥这样子突破了2300万，爽啊！好，那还会这个看一下这个周瑜啊，是不是疑似有漏点啊，会分享给大家这个周瑜的放大图啊，大家期待一下。那也会讲这个醉拳李白嘛，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。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李白嘛、礼品嘛、兑换嘛、游戏的虚宝区啊，独家最新的。那旭哥也有设这个旭哥手游攻略这个少女回战的攻略专区啊，这边有超过60部的攻略影片，各式各样攻略都可以在这边找到啊。好，那旭哥来讲解一下这个 UR 家的李白到底该不该抽呢？好，那旭哥知道啊，大家看到这个上面这个粉红色透透的头呢，这个小头就忍不住想要抽下去了。但旭哥呢建议啊，除非你这个元宝很多，然后对这只角色非常非常非常有爱，要不然其实这一只不是太推啊。旭哥给大家看一下，好，他在这个定位呢是攻击手，那目前呢 rank 排名呢其实不高啊，差不多在 T1 左右而已，没有在 T0， 也没有在 T0.5， 在 T1 左右而已，是攻击手，除非你很缺攻击手啦。我们看一下他这个酒狂呢，这个彗星这个几率会上升，然后打扰敌人的时候会发动这个技能2的追加攻击，再来技能2呢会让自身的 buff 的时间会延长，还有他 HP 50% 以上的时候，这个异常这个状态耐性会有这个 80%， 然后这个物理防护会这个 100% 上升啊，基本上不是说特别的强势，所以旭哥觉得啊，除非你这个真的是小头真的受不了，然后你的元宝又特别多，或是你是大课长有在氪金的话，那你可以抽，要不然这只不是特别推啦。真的有爱，或是说你有开其他账号的话，可以抽啦。就是真的非常非常有爱，再考虑吧。好，再来是这个陆逊的话呢，旭哥也觉得没有特别推荐啊。这只是蛮可爱的，哪有这个转蛋机的这个风格，但是这只没有特别推荐。而且同样都是玩蓝少的话，你有这个更好的选择啊。UR 还有 UR 加的周瑜可以抽啊，可以抽爆。那这只呢，旭哥建议，有爱就抽一下吧，啊，没有爱其实可以不用抽了。这只旭哥是抽免钱的就好了，这一只基本上可以 skip 过去，那就是抽个免费抽 OK 的。再来呢，这个 UR 的徐庶，它是一个天使造型的，欸，还蛮好看的，然后它也蛮晃的，这样图其实不错啦。但这一只呢是 support 的角色，就是辅助型的角色，那基本上呢，因为队伍通常都已经有刘备了嘛，然后有孙权嘛，有些人会有这个貂蝉，或是说有杜甫，那基本上你的辅助的角色通常也不缺了，所以这只角色呢，基本上也不太建议特别去抽了，除非你真的对这个图就是特别有爱，你大课长，那你就抽啊，基本上就是一样，免费抽一抽就 OK 了。好，那最后的重头戏来啦，这个50000多的元宝要来大爆抽了，这个 UR 的 T0 神角，这个周瑜一定把它抽爆的。我们就来开抽了，重头戏，哇，这个很色，等一下把它来放大看看有没有漏点啊。好，再来实抽看看，这一次有2倍哦，哎，不错，而且我拿到这个结缘石，再来实抽，哦，这次有10个碎片，再来实抽，哇，5个而已，再来实抽。哦，这次也不错，这次有2倍哦，幸运值3454，再一下，这一次一样是5个碎片，哇，这个还是5个碎片，再来，哦，哎，有赚一个仙丹呢，哎，有仙丹赚了，赚了，赚了，7个碎片，再来，仙丹可以拿来抽这个 UR 加，哇，这个5个碎片。哦，哎，结果是5倍在这边结缘石，有点尴尬，不过没关系。哇，抽这个也要花不少元宝啊！再来，哇，这个有10片，10片还 OK 的，77，
82，有点尴尬。再抽看，哇，真的很尴尬。87，那用单抽的好了。哇，真的太尴尬了，这个数字。哇，尴尬了。哇，真的好像要抽到保底了。最后一个必中5个碎片，哇，真的蛮尴尬的，抽到保底了。好，那我们拿到这个 UR 的周瑜了哦，比个爱心，来异色瞳，然后穿的这个透明的内裤，赞赞赞。抽完呢，记得去这个福利领一下这个消费回馈，可以领一下，有这个鲜果可以拿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新角色，这个图鉴启用一下。UR 周瑜，智力加150，生命加 1.5%。再来呢，看一下这个羁绊，它可以开启这个天籁之音跟蔡文姬。哦，所有武将攻击加2000，哎，很实用啊，很实用。还可以拿星光盒哦，可以拿到20个星光盒，这个不错，刚好拿来养周瑜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UR 周瑜，我们的新角色，哇，太香了。好，那最后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要做啊，就是要把它放大，既然都抽到了，哦，哎，隐隐约约好像看得到哦，哇。有点透透的那个那边，好，这个太色了。好，这个 UR 的周瑜抽到手了，这个 T0 神角。分享这个游戏最全的礼包码的详细兑换教学攻略了。首先点这个画面右下角的这个摇杆的符号，然后在这个下方就可以输入了。那最新的这个 KOG， 然后888 KOG 888，按这个兑换。哦，这可以拿到这个300个元宝，还有这个一个这个端午福袋 ，HAPPY， 然后61 HAPPY 61，然后按兑换，这可以拿到300元宝，再加上这个就是幸运福袋，那这个可以开到仙丹啊，然后还有这个星光盒，各种大量的好用的道具。KOG， 然后666。KOG 666，然后按兑换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十个这个邀约券的 SSR 了，超赞的！我们就来输入 VIP 大写的666 ，VIP 大写666，按兑换，这个可以拿到十个这个星耀城，然后这个轮回盒以及这个两个郁金香。好，那下一组。一样是前面 VIP 大写的，后面是888，按兑换。那这个有12个这个星耀城，然后8个这个邀约券 SSR， 可以抽到这个 SSR， 赞的。再加上这个玫瑰花，再来下一个 VIP 999，啊，999怎么变928？ 999。那这个可以拿到这个星耀城，重点有这个12个邀约券的 SSR。好，那大家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旭哥沃可汗的频道，看各种最新的少女回战，还有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影片。那我们下一集见了。